4.3 版本，这次有超多的符文。大家好，我是超级。4.3 版本是一个非常盛大的版本，因为符文系统终于有革命性的更新了。根据大聪明的贴文描述，可以了解到符文界面进行了大改动，推测会跟端游的符文界面类似，所以大聪明才爆料有10个符文以上。不过目前我只得知了2个大符文以及4个小符文的消息而已。大符文呢有仙宫，大致效果如图。效果为短时间内打越多伤害，就能从伤害中赚更多的符文，适合一些前期需要滚雪球的英雄，比如伊泽瑞尔或者是凯隐之类的。另外还有冰霜征服，大致效果如图，效果为打出各种减速控制的符文，这个非常适合大部分软辅的英雄，比如凤女加纳或者是卡尔玛都可以。另外还有4个小符文，过度生长，大致效果如图，复苏，大致效果如图，海克斯科技闪现，大致效果如图，未来市场，大致效果如图。那么以上就是我得知了6款符文的介绍了，这些符文都是移植端游的符文，之后手游应该还有更多原创的符文，所以让我们期待更多符文的爆料吧。那么大家喜欢这期影片的话，记得给个3连支持一下。那么我是超级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。